好，欢迎你参加城会社区教会网台的主日崇拜。无论你是芝加哥城会教会的会友，或者是世界各地的网友，我们敬拜的都是同一位主，掌管人生一切季节的神。当我们享受现在很美丽的初春景色的时候，不是说笑，眨下眼2021年已经过了4个月了。不过时间快或者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地使用，你同不同意啦？好，在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五月份帮助你同神亲近的每日灵修，主题是这是神的群体。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群体的故事，从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子民到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教会，神都是藉着这些群体表达祂的心意，实践祂的旨意，亦都陶造属祂的人成长的。这些灵修文章都是有中英两个版本的，每日都是张贴在教会两个平台 Facebook 和 WhatsApp 上面，而成会网友是可以去到 Facebook Public Page 那里就读到了。现在跟大家讲讲成会网上进修课程，又是好好使用时间的节目来的。有 Master 教导的旧约考古2002入主迦南时期，后日4月27号就开课了。而上次我在这里也都介绍过一个新的课程，叫做细微原文，是读希伯来文入门的。教导这一班的是多伦多的李浩然牧师，他会帮助学生找住基础的希伯来文，更加原汁原味地读圣经，找住圣经的本意。这一班开课的日期就是6月22日，截止报名日期是6月15日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成会网上进修课程的细节，请你去探访 urbanvoicechurch.com/class。虽然人生很多的冲击，主的恩典实在足以激励我们拥抱每一天。现在就让我们用金钱向主呈献，表达我们对祂的敬畏和感激。你可以选择方便快捷的网上奉献方法 PayPal、Sell、Venmo， 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是使用同一个电邮的，就是 ar@urbanvoicechurch.com。 你也可以选择用支票奉献的，现在就可以在支票抬头上面写 Urban Voice Community Church，之后就将支票寄去3520 South Morgan Apartment 102 Chicago IL 60609。现在又跟大家报告今个礼拜的教会活动了。中文崇拜完了之后，即刻就有欢乐组合，欢迎大家参加。跟住中文崇拜完咗之后，亦都系即刻有活泼吸引、内容丰富嘅儿童故事同埋儿童崇拜，鼓励家长你带小朋友嚟到荧幕前学习圣经，带佢哋从小学习敬拜主。11:30有英文崇拜，其中有诗歌敬拜，亦都有 Pastor Sam Johnson 继续佢嘅登山宝训讲道系列噶。今日下昼3点系成会网上健身活动周身喐。礼拜三晚8点是彼此聆听同心呼求的圣会祈祷会。今个礼拜五晚有职称团契，而因为今个礼拜是第五个礼拜五，是没有其他团契了，或者大家可以把握这些时间，大家作疫苗之后的相聚了。今天又有包维君博士的讲道，我们首先多谢他时时很多发人心醒的释经。现在我就将时间先交给 Mark Sir。